母亲节前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带着夫人陈佩琪一起出席邓丽君虚拟人演唱会，两人笑得好开心，不断交谈。母亲节应该最喜欢甜蜜蜜吧？谢谢大家，大家谢谢。甜蜜蜜会唱。一下子想不起来歌词。媒体大阵仗，吆喝柯P现身，夫人陈佩琪甜甜笑着帮老公解围，两人互动看得出感情相当好。只是大家抢着放柯P，让坐在一旁的宋楚瑜完全失焦，脸色看起来相当尴尬。市长，那总统府那边发出声明，希望你能承担政治责任。如果你北市不要警告的。礼拜一再让我想一想好不好？今天先放假。又是招牌摸头动作，对于大巨蛋等敏感问题，柯P笑说不谈政治，周一再说。随后就和宋楚瑜交谈，只是两人之前才被传出柯宋配选总统，双方忙辟谣，但出席演唱会互动热络。柯宋就算不配，未来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。20周年虚拟人演唱会不止台上 3D 效果吸睛，这支来宾一举一动也成为焦点。记者夏君成、王月芳、陈维君台北采访报道。